艺人贾静雯和修杰楷结婚两年，两人的爱情结晶夫妇可爱到被封为最小网红。近日他们的第二胎又来报道啦，42岁的贾静雯18号宣布女儿出生的喜讯，随后修杰楷也分享了 po 文，表示老爸已经准备好了。贾静雯18号在脸书上放上了两张女儿的照片，一张是她遮住了小脸，另外一张则是可爱又修长的小脚丫。贾静雯搞笑的以女儿的口吻写道：“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 Bobo， 也可以叫我波妞，体重3000公克，身高50公分，是个浪漫的双鱼宝宝。”波妞还说：“我很幸运诞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，我还有两个漂亮的姐姐会照顾我，谢谢大家对我的祝福，日后会再跟大家分享我的成长过程。”修杰楷随后也在脸书上公布喜讯，他表示：“波妞欢迎加入，老爸已经准备好了。”他也透过经纪人表示，又多了个小情人，心情非常的开心。至于会不会想再生一个，修杰楷则表示，目前已经有小3、小4、小5了，暂时不会再生。据悉，快2岁的布布早就准备好要当姐姐。15号，他从视讯中看到刚出生的妹妹，不但一直叫波妞波妞，还一一说出了 Bobo 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和头发，超级卡哇伊。